今天呢来干点什么呢，给大家来拆个盲盒吧。然后先涂口红，新买的口红到了，可可爱。好有仪式感，一定要用这个，因为今天的内容是拆盲盒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喜欢盲盒的。我今天是去逛了一逛，去商场，对，所以说我就是看到一些很可爱的。我一直觉得拆盲盒的这个方式就很解压，我基本上都会买那种就是感觉里面每一个都很漂亮的那种，但我从来没有抽到过隐藏款，让我抽到隐藏款的，来咯，先拆第一个，那里面有好多个，这么多个，我看看哦，我比较喜欢这个小羊的。然后还有这个，巨木一个，巨木一个，来，开开，看第一个是什么？抽到了这个耶！我第二巨木的，迫不及待！我天哪，太可爱了，好可爱啊！好可爱，开心，好开心，第一盒就抽到自己喜欢，来第二盒看看能不能抽到我 dream 的小羊。好，然后第二个看看我能不能抽到喜欢的。真的假的，朋友们，我刚刚是不是指了这两个？就是这两个，我的天哪！要哭了，第一次这么幸运。喂，我已经抽到自己喜欢的款式，虽然没有抽到隐藏款吧，但是我就已经知足了。好，来看看下一个。下一个是这个，我之前有抽到，就是这个宝石的，我之前有抽到过黄水晶，然后还有钻石。我想想，我这回想抽什么？我想要巨木一个珍珠，还有紫水晶也可以，粉晶也行，蓝宝石也可以，红宝石也可以。那我就先第一 dream 是珍珠，第二 dream 就紫水晶好了，第二 dream 紫水晶蓝宝石。真的假的？我真的，我对天发誓，我就每个买了两盒，每样我自己现场挑选。那它钻石呢？怎么会这样？运气也太好了。把它装上，安装，可可爱，咦。好，来看下一个。激动的措手不及，会不会是珍珠呢？珍珠是不是珍珠？求一个珍珠，珍珠，珍珠，珍珠。好像重复了，是我之前抽到的黄水晶，但是也可爱，嘿，可爱的。好，再来看下一个，很惊慌。然后下一个系列呢是这个星球系列，很喜欢，有一个这个拿鼻子托起来的这个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睡觉的，然后还有一个被压住的，
好可爱，这三个好可爱。我自己已经有的是月亮，自己有了一个月亮，有一个这个，来看看，巨美！我看看我能抽到哪一颗，希望能抽到这三个可可爱爱的，顶着的这个，一直喜欢顶着的这个。这里面这个东西就你没有见过啊，这个这是什么？是水星，是水星，酷酷的。下一个，顶着球的，球一球，看看，最后一盒，这个我也有了，这个，对，这个我也有，它是天王星。好了，今天星球这个部分依旧没有抽到自己想要的，哎，但是盲盒这种东西嘛，对吧？就是有开心，对吧？然后也会抽到重复这种款式，但是总体来说今天还是蛮开心的，抽到一开始巨木的两个全部都抽到了，还有蓝宝石巨木的全部都抽到，不错，好了，那下次再带大家拆盲盒吧，拜拜。